红月，我要向你决斗，我们来战争吧！欸，你们给我一点反应嘛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找了红月，我们两个人要来战争哦。红月，你是不是超期待啊？我觉得我不会输欸，为什么算时间呢？我一定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战争的方式呢，是用小人，所以不会是你本人上场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两边的小人互相决斗。总之呢，我现在先拿出一些小人，然后我像这样子，只要放下去的话，不然全部放出来了，好像也没差。你一拳就把我小人打死哦。总之今天那个小人放出来之后，我的是绿色嘛，然后我可以再丢一些东西给他，像是我丢这个碗给他的话，就会像这样子哦。没有过来，有他捡来，对，他把它捡起来变成盾牌了，你有看到吗？超可爱。对啊，超可爱的。他刚把一拳打死，为什么还是一拳会死？再来就是先到这边，整面墙上面就是可以强化他们的道具。对，从左边这边开始的话，有一个木棒，木棒的话可以增加他们的伤害，然后再来骨头，这个伤害也是增加伤害的。碗的话可以增加防御，跟皮革一样。应该说是减少一半的物理伤害，被打的物理伤害。那下一个就是金锭，金锭给他的话，所有的士兵会跟着他，他就会变成队长。然后是粘土，粘土的话可以复活人。接着就是火药，火药拿在手上的话，他死亡之后会爆炸哦，就等于苦力怕的感觉吧。啊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钻石哦，钻石拿上去的话，他会有一个钻石皇冠，他会变成一个王，他的血量会超级大幅增加。Loader 哦。对，他会变成最强的那个。哎，对，你刚刚在看的这箱就是里面我放了100只小人。我们今天就是要用100只小人，然后互相对决。下面还有一些奇宠之类的。对，哦，奇宠啊，这是什么？黑色是什么？我放出来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对，我先放出小人，然后放出一只兔子，它会骑上去，好可爱。这超可爱欸，反正第一个就乌龟，一个是马啊。对，然后还有马。乌龟比较慢。乌龟的话是会反弹伤害，它就等于一个荆棘之甲。马的话是移动比较快啊。兔子跳比较高。对，兔子跳比较高。接着我们就是要来准备一下那一面墙壁上面的材料，我们互相去生存模式下收集15分钟的时间。15分钟是只有15分钟，所以我们收集完15分钟之后就回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到后面那个斗技场那边决斗了。15分钟 OK 啊， OK 好，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计时15分钟，我们直接出发了，走了。好，我现在收集一些木棍，木棍可以当武器哦。哦，木棍可以当武器，骨头也可以吗？对啊，不然他们都只能拿拳头在那边打，拳头伤害蛮低的。欸，我手上怎么还有怪怪的东西啊？我捡到怪怪的红色的。你超扯欸，怎么说？你怎么会偷拿东西啊？我丢掉了。然后我现在打一些牛。我记得刚皮革可以增加他们的防御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是不是直接往地底钻了、啊？你没往地底钻啊。我没想到我做出一把稿子都只是拿来打牛用欸。等下这边是不是都没洞窟啊？我想下去挖个东西啊。你还想哦？你想要去挖金碳钻啊？王超强啊！王超强，真的超强。你说金的吗？不是啊，钻石。钻石真的超强，我记得它血量好像是一般的十倍，十倍，对，十倍，十倍真的差很多欸，真的假的？阿公级没变，我忘记了，不过它可以携带其他东西，它的携带东西效果会加倍。你要15分钟拼出钻石哦，差不多，好，只不过没有找到洞窟啊，这边全部都是水坑欸，我的天啊，我再多挖一些木头跟打牛好了，等一下再下去挖矿，可是这样来得及挖钻石吗？一定来不及啊！你整折一啊！我觉得你这时间做得很好，你这样整折一，你要嘛就是平稳收集，要嘛就是下去。不可能！你就算那样讲，我一定要一次两种都收集到。你可以拼拼看钻石，我要下去拼了。OK。真的哦，当然要拼钻石，还要挖铁哦，要挖铁才能挖钻石。我会先死掉啊！死掉了，那东西不见嘞、欸。不会啊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逼你早挖到钻石。哇、啊啊！我靠！哦哇！苦力怕的声音吓死我，他直接炸我。冷静点哦，你还好啊？还行。还有粘土哦，忘记挖粘土了。那现在你拿到钻石，基本上也不用粘土了。哦，是没错啊。哎、欸，可是粘土复活很强哎、欸。啊，我已经放弃挖粘土了，我在疯狂挖，但我挖不到东西。我有铁镐了。你有铁镐了？我有铁镐。这么快？啊，我肚子饿怎么办？你肚子饿怎么办？还好我刚刚先收集了一大堆牛肉。你说吃生牛肉？哦、我找到钻石了！哇哇，真的假的啦？赢了，真的赢了！真的假的啦？红月，你要加油啊！我挖到四颗钻石哎、欸，代表我等等会打四个王哦。对呀、啊，这样不会太扯啊？没关系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我可以看你可怜分你一些。好啊。啊，等一下，可是如果死掉的话，一切都免谈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哇塞，太多人在打架，这什么乱斗啊？太多人在打架，什么意思？我看到两只，哇、哦！我看到两只骷髅弓箭手，哎、欸，三只骷髅弓箭手跟两只僵尸，然后他们全部都在互斗。真的假的啦？啊，我直接在鱼骨哎、欸，你直接在鱼骨？对啊。哦，找到黄金了！哇，你怎么什么都有啊？因为我在洞窟里面探索。你超想分给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没有说要分给你很多东西哦。要啦。你要加油 啊！你可以去找洞窟啊，你可以不要鱼骨啊。啊，我找不到洞窟啊！你可告诉我要去哪里找洞窟好不好 ？OK， 那这样我就有精力了，我可以做个队长了。啊，我其实可以杀掉从你那边抢物资哦。不行啊！喂，不行不行！哦，还找到深怪砖呢，没有这样的啦。什么都找得到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运气超好啊！哦，好多骨头哦！哇塞！我在打怪。哇塞！我怎么输啊，各位？哇，看来我等一下要分给红月一些东西，不然他一定会很惨。对啊，你会一面倒哎、欸。我们不可以看得太无聊的战争，既然都是让我宣战的对手了，我不能让他太弱。真的、啊，红月你要加油啊！我很努力啊，你不知道我多努力。你可以我现在狂挖东西耶、欸。你找铁啊，所以可以给小兵拿铁剑。铁剑吗？他们的铁剑就是骨头。那骨头哪有那么好拿？有啊，真的哦，你拿超多骨头。对啊，我超多骨头，我刚刚去找到深怪砖。真的假的？那箱子里面超多骨头，你超扯哎、欸！这样我会输爆哎、欸！我觉得你每次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背后都在做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定都已经拿到超好的东西。我没有啊，你自己看成就表。上次千铁战争的时候你也这样讲，不是你自己看成就啊？我真的没拿到什么东西，好像是、欸、我要回地表去采泥土了，采粘土了，这样我就输了、哦、可是你不用担心哦，小人身上拿的东西啊，如果他被击杀的话，其他的小人可以捡取，然后拿他的能力来用。哎、欸，有村庄哎、欸，村庄，可是有村庄也没用。我的运气今天超级好，我、哦、找到河川了，粘土有了，粘土。等一下啦，红月你要加油。我找到村庄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也来不及挖那个钻石，我直接上来。OK。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可以提供你一些。真的、哦？你真的想要提供我一些啊？强者的余欲，懂吗？真的、哦。强者的余欲。你有几颗钻石啊？我四颗。这样会代表你有四十只小兵的意思。要这样算也是没有问题啊。血量会是这么多，没错。哎、欸，然后这个沙漠没有沙漠遗迹是怎样？你还真的在探哦？我这是探啊。用赌的、欸。我找到一个村庄哎、欸，这沙漠也太多村庄了吧？你不能找村庄了啦。我稍微看一下好不好，反正我该挖的都挖到了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是你挖过的，你叫我挖过的，里面好多铁锭哦，可铁锭没用、哦。你有没有打牛啊？牛可以减防御皮革。我打牛啊，怎么办？我找不到，怎么输？各位观众怎么输？现在剩下最后三秒，甚至在这边挂机就可以。OK， 时间到了，来吧，红月，你拿了什么东西？拿蛮多的吧？哦，其实蛮多嘞。哎、欸，哇塞，你的粘土也太多了吧？我靠！我挖到三堆，我刚没有想过要拿那么多粘土哎、欸欸！等一下，你复活这么多粘土，我没有用，也不是没有用啊。那我只能分你一颗钻石哦。那、啊、我不要，你不用分我，不需要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就算输了就算了，好不好 ？OK。然后我这边还有四颗钻石哎、欸！哇塞，这怎么输啊？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喂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那是展示物品，不可以拿起来。啊，那个也算啦、啊。不算，那个不算。啊，那我钻石放回去。好啦，好，没关系。好啦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真的、哦？你又想输了？我不可能输啊！真的、哦？我一定赢啊！我为什么觉得你粘土那么多，我要怎么赢啊？进来这边之后呢，这边是一个斗技场。Uh-huh. 然后那边红色是你的，绿色这边是我的。Uh-huh. 我们等一下就是把生物放在这个里面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小闸、uh-huh. 放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着他们打架了，目标就是五战三胜，先三胜的那一方赢啊。真的、哦、对，五战三胜，所以不会让你一次放完，要打那么多场啊、哦、对对对，因为这个一场会很快、uh-huh. 我们就可以一轮一轮这样一直下去，五战三胜，五回合内你可以自己召唤自己想要的数量，但是一回合最多只能召唤一回合最多就32只。好，哦，16只小人，我再丢个4只好了，你就当王吧，给你一个皇冠。皇冠，哇、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可爱哦，一个小人皇冠哎，哇、哦，它有披风哎，好炫哦。哇、哦，我居然把我的马全部放出来了，完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哎，算了，不管它，然后再给它骨头，我把它培养成最强的，这样拿到骨头啊。哎，怎么是小人拿骨头啊 ？OK， 那我再丢一些的玩。哇、哦，好帅哦，真的是军团哎。哎，有王的话，黄金
哦，皇冠的王都会跟着黄金的皇冠呢。哎、欸，他们已经不讲我的粘土了，还有上限呢。对啊。好了，你好了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数到一秒，我们就直接放闸咯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冲啊冲啊冲啊！我小人，哦哦，冲冲冲！我来了来了！哇哇塞！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你的人数超多啊？还好吧，而且你有我们骑马的、欸。对啊，我还有钻石的、欸，拜托，钻石的应该。我有钻石的。对啊，我上面有一颗钻石的，应该不至于输吧？哎、欸，我竟然先死一个了！哎、欸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！我看到有人用粘土把复活、欸。你还可以用粘土复活别人、欸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个在发呆啊？正在混啊！不是、啊，你过去一起帮忙打、啊。叫你出来发呆的是不是？哎、啊啊，又死一个了，好扯哦！你是拿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都一直杀啊？木棍而已啊，怎么可能？真的木棍、盾牌、皮革啊！哎、欸，我听到有人的东西破掉了、欸，有人装备坏掉了、哦哦。你的小人一直死哎、欸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叫几只啊？我叫20只，我叫32只。你难怪，不行，我不能跟你讲数量，这样子这是策略，你懂吗？不，我的王加油啊！王你可以吗？不行，可能一打多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还在发呆啊，我可以推他吧？啊，不是，算算，不行，过来没意义啊。是没错，真假的？骑你的马哎、欸！我的马被你骑走，真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数量真的差那么多？这个王被我欺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还有好多只哦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开始变多了、欸欸。他正在复活啊！欸、我在复活嘞、欸！啊，可是我现在是打不太赢。啊，你这次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。我把你推出去好不好，我谢了，谢了。不然你要输了。我靠！哎、欸，可是我是不是快输了？哎、欸。啊！我打输了，真的假的？钻石竟然打输了！哇塞！天，你怎么好像一只都没缺啊？我材料好像不够多哎、欸。啊，你不是说什么减少碗可以减少一半的伤害？对啊，我有100个碗啊！我靠！哇，不太妙啊！道具用完之后用剩的，你现在回收桶的这些可以再回拿回来利用。啊，只是我的小人不行利用。对，小人不能利用。那你怎么可能赢？我不可能赢吗？因为我捡了你的钻石、欸。可是我还有3颗钻石啊。好，真的吗？你确定？我不确定。OK， 乌龟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一只长得像苦力怕啊？哦，那是拿到火药吗？不是拿到火药是不是啊？火药会变苦力怕？我不确定哎、欸，我试试看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会变苦力怕的感觉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像，好，准备好了，你超久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完了，我没有让王骑到骑宠 ，OK， 我已经把我的东西几乎全部豁出去了。你看我这样等一下怎么玩呢、啊？好 ，OK， 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三、二、一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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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次一定要赢！拜托，这次一定要帮我赢啊！我已经把所有东西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啊！好，另一个哦，谢谢。我靠，我竟然在放水！咦，我没有放水啊！哦，我没有放水啊！哇，轻而易举啊，轻轻松松，真的、哦，没错，真的轻轻松松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现在1-1了，不错啊！怎么是这样赢啊？好像哪里不太对啊？我怎么把他们叫回来？我只能把他们全部都关掉吗？对啊，然后把小人丢垃圾桶。欸，你小人有丢垃圾桶啊？啊！可是我的没有死掉啊！没有死掉的话，哦，你刚也没死掉哦。对啊，我也丢垃圾桶啊。哇！哦，对，还有这一招哎！我靠！哇，你竟然算计我！我没有算计你啊！有够阴险哎！我的天啊！我哪有算计你？等一下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！下一场一定要全放出来啊！认真啊！我很认真啊！我很认真啊！真的是啊！哎、欸，对，我的规则没有用好哎！啊，应该活下来的要继续可以打到下一场才对哦！来吧，红月。啊！你干嘛？没有啊，你偷看啊？放我没放啊，我没放啊，哦、你還没放 ？OK， 好，让我来放一下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偷看啊？我干嘛偷看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有这么难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你不要想太难啊。各位，你们这次应该可以帮我赢吧？队长好像只能2个、欸，对对，他只能放2个，其他的就不会捡。钻石会不会只能放1个啊？没有，钻石好像几个都可以。所以你代表你至少放很多个就对了，2个，我直接跟你讲好了，我有放2个，真的哦，真的，啊，拜托啊，你们这次一定要帮我赢啊！你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，3、2、1，第三场开始喽，走喽走喽，哇塞，你怎么这么多战车的感觉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乌龟走好慢哦？哎、
欸，我有小人还在家里哦。这是你家的问题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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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次叫了三只钻石王冠的。三只？对，我叫了三只，我就不相信这次打不赢。可是我怎么好像先开始死了？哇！哇！他是不是炸绿色的、啊？对啊，苦力怪超强哎、欸！哇塞，你刚看到我、啊、炸队友啊？哎、欸，有吗？他有炸队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看绿色也一起炸嗨，这家人连队友也炸到的话，那就没屁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知道输了，怎样？应该可以吧？这次我这次叫了三只皇冠钻石哦。你看他，你的也不炸嗨啊？怎么伤害队友啊？好像不太妙，怎样？怎么还有苦力怕、啊？我看到有两只不妙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苦力怕的火药用不完是不是啊？我只有两个火药才对啊！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输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那么强啊？我还给他们拿骨头哎、欸啊！我没有拿骨头啊！可是我觉得还是你的比较多啊，你的几乎都没有死吧？你几个？我叫三十二只，这次我叫三十二只。我也是三十二只，我们数量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欸、哎呦，哎、欸，可是我的好像，哎、欸，不会吧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比较强的感觉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粘土带很多，我刚刚粘土只有一点点而已，我想说不要踩太多，不然应该不好玩。是吗？是吗？其实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我觉得应该是粘土的关系。可是我的护甲很强吗？你的皮革是满的吗？我的皮革没有全满的感觉。我皮革满，皮革盾牌武器全满的。我靠，你超扯哎、欸！不、欸、是，这三个都很多啊。哈，你是不是网啊？我。对啊，加油啊！不可能啊，不可能赢啊！你那边不知道还有多少粘土，还可以复活多少次？没有，我这里还有四组。可是他粘土一次整带一个，一次整带一个。可是我里面没有粘土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场只有带一些些的粘土而已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再说。怎么好像讲的我这次会输？你当然会输啊！你怎么可能赢？不行，我们要看到最后啊！看到最后才知道啊！我全部的坐骑都叫上来。我好像看到一颗钻石被捡走了。被那兔子捡走了，不对啊，那兔子原本也是我的兔子啊，不是我的兔子啊，马是我的，我的坐骑被你抢走啊，又死掉一只了，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对啊，啊，打输了，真的不行了，哇，死光光了，我只有24只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我靠，我怎么赢啊？没有啊，这样子啊，很基本啊，你有钻石哎、欸，我没有钻石了。一颗都没有啊！对，我一颗都没有啊，全部都在那，全部都被回收了、啊，都在你那里了。可是我只有三颗啊！啊，不然这样，我给你一颗钻石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啊！我需要你的，我需要你的一颗钻石支柱。给你，给你。哇，谢谢大大。这样你应该有一点那个吧？有，我觉得我变强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准备第四场要开始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冲啊！拜托，交给你们了。冲！我都没有任何盾牌，希望他们这次可以打赢。你没有那个盾牌？对，我没有盾牌了。你没有盾牌，等一下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么脆，我要输了。啊、你没有粘土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粘土，也没有盾牌啊。我只有骨头。你有王不是吗？我王好像完全被你的小兵镇压着打、欸。那这样你还可以最后一把打回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最后一把了。一对一呀、啊！你想要跟我打一对一是不是？最后一战。对啊。啊！你那边什么都没有啊？什么东西都没了、欸。啊，不然你捡我物资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需要你的怜悯。既然你说到最后一战的话，那就最后一战吧。真的吗？目前是你赢了，好不好？目前是你赢了。来吧，最后一只，你是最后的希望了。太棒了，你就是最后的希望，好不好？冲啊冲啊冲啊！碎啦！刚刚的胜利就是红月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现在要加赛，我们现在要加赛，最后一个人一打一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怎么看起来有点强啊？哪有点强？你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吧，冲啊！我小人呢？你怎么都乌龟在爬啊？我乌龟它可以叫出来。哦，小人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啊，乌龟还会打？你用什么？啊，没有胜利者，我们平局好不好？这次没有胜利者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为什么？你觉得你赢不了啊？没什么赢不了，大家都倒了。好。